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玩具是大金工业的欧亚吉。那这个是大金工业在我买来的第一天哦，就它的脚膝关节的部分就被我把玩坏掉了哈。对，那当然我做过两三次的维修了，自己修理了哈，可是都不是那么理想。那我本身也不是模型达人，所以在维修上面就是非常的逊啊哈，可以看得出来。我维修的部分非常的逊。那我昨天去逛一下那个模型店哦，真的很久没去逛了。那他们有在贩售这个人偶关节的零件，那我买了，那我就觉得说，哎，这是真的是对我的欧亚吉真的是超实用的东西啊！对，那我二话不说就把它买下来了啊。对，那我们今天的。主要是在介绍如何帮欧亚吉换膝盖啊，然后当然，因为我们有介绍，这次介绍欧亚吉，那欧亚吉它本身的配件也是令人非常的有话题性的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在介绍欧亚吉的那个膝关节修复之后呢，我们会接着去介绍它的欧亚吉的。配件呢？哈，那趁这机会来介绍欧亚吉，来挑战一下那个人类道德的那个底线哈。好，那欧亚吉先放旁边了哈。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关节的部分呢。那它有蛮多 size 的哈，就是有最大有等级，不应该看这个后面了哈。它有12mm 的哦，12公里的哦，还有10公里的、8公里、6公里的哦，就是有四种的 size 哦。当然，最大 size 只有一个了。好啦，那我自己在想哦，那个欧亚吉的膝关节应该是落在这个 size 跟这个 size 之间然后。那它的组装非常的简单哦，它组装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它直接，它不用任何的胶，那个模型胶哦，直接剪下来，直接那个阻力就可以了啊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开始来看看吧哈，没什么哈。那我本身有把他的膝关节来做个比对啦。那我觉得大概的，主要还是动啦哦，这个就是他的卡损这个部分哦，卡在他的那个脚部分的这个部分，感觉有比较，看看镜头了。感觉好像差不多，又感觉好像说有比较粗一点，这有比较粗一点哦。好，那我们来把我真的是多年前的模型工具真的都拿出来了。哦，我在做模型的时候应该是高国三了哦，国中的时候了。啊，我们二话不说就剪一组来看了哈。OK， 那它是这样装的，然后其实它蛮紧的啊，就是蛮稳的感觉。哦，那它还要剪一个盖子，是哪一个盖子呢？大中，这是应该是这个的。应该是这个吧。好的，
对，那就是这个了哈，这样就完成了。那我来比对一下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？欧亚姐的关节还是比较粗啦，哦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还是这个，欸，这个感觉又比欧亚姐的还粗。那不管，我们也来试试看了哈，因为今天开那个拍片哈，就是要做给观众看，所以不惜成本啊，来比对一下。那个感觉好像比较刚好，可是又大了一点。你会觉得又大了，这个又比较大一点，可是没有介于，没有。如果说这两个没有介于这两个之间，好，不管了，我们把它的盖子把它装上去，这个膝关节的一个组装的一个盖子哈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他的脚的，最重要还是他的这卡榫可不可以卡进他的脚部分。欸，还不错哦，他很容易就进去了，他很容易很轻松的就进去，就是表示说他们这个规格这个 size 他们有讲哦，他所有的不管是这个三个这四个不同那个 size 的规格哦，他们的卡榫这部分都是2.9mm 的哈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那这个欧亚脊的关节给它装上去的话，那就变成这个装上欧亚脊的脚上面的话，那就变成这样，可看起来不太对哦。那我们试试看那小的，那原则上这个。它装下去是这个卡榫，这个结合他们的连接他们的这个动势其实是 OK 的啦。好，那我觉得这个小一点的比较蛮刚好的。对，那我觉得这小的比较刚好，因为它这个脚把它如果说站立打直的话哈，它是看不到那颗圆球的。对。对，那这样会比较刚好啦，这个比较适合。那这我看连这一只原本大金工业的这个也把它换一换好了。对，这样才有一体性啊。而且虽然有点好像有点松哈，可是还行啊，我觉得还行。算了，那个其实也不打紧。如果说换了一个，保留一个原创的哈，保留一个原创的，哦，这个比较小，这是更换过的比较小。好，那我们看正面的话，其实一点都不影响它的美观，它的外观哈。那它这个它这欧亚脊哈，本身没有送那个人偶架，那这个我是拿 Figma 的哈 ，Figma 的人偶架跟它真的是非常的适用哦。对，那再回到这个人的，它其实还有其他组的，其他组就是像有些像尤其是 Figma 的哈 ，Figma 的他们的这个手肘的关节哈。其实是扁的，不是圆球的。像大金工业，我说他训就是这样，他从头到尾所有的东西都圆球。那然后他这个应该是 ABS 的材质哈，非常的不，非常不是那么稳固，就是很容易折断这样子。对，那有就是人偶的手肘，它有扁的哦，不是圆这种圆球的，对。那我觉得今天买来试试看，因为我们本身在
在把玩这个人偶。如果说喜欢这个人偶的收藏哈，就是有时候难免会在关节，尤其是关节啦哈，关节的部分会折断掉，会有损伤。那我觉得去买一个人偶的那个关节零件哈，是非常需要的。对，那这像这样的零件，也不是说拿来做更，就是人偶的损坏更换。那如果有在做那个造型师哈，他们也会直接，就是他们做完人偶之后啊，然后再做切割之后打磨，随便啦、啊。那他们的关节就会直接买现成的，而不是自己去做的啦。对。好，那这个旧的，我想我还是会留着，这是一种回忆哈、哦。那有时候也有需要，因为它也是可以用啊。我觉得我自己用的还行啊，虽然很丑。啊，那我粘的还蛮牢固的。对，当然非常丑，而且没办法抓啦。那我觉得今天那个欧亚吉复活了。欧亚吉复活，那我们可以介绍他的 Part 2 吗？那我们就接着看，还有点时间，我们就接着录他的 Part 2好了。那我们先从他的盒装来介绍啊。那接这个欧亚吉的盒装，其实就还蛮简单，那他们故意用个小窗口，就是看到你的人偶。那通常一般的可动人偶哈，1:12的，尤其是1:12都可以看清楚它里面的所有的内容。可是欧亚吉，它因为它的配件非常的情色哈，所以它只有露一个它的人偶的样貌给你看而已。欧亚吉是躺在这里的啦哈。那这个它的封面这边就是水岩 Masaki。collection 哦，就是水岩的 Masaki， 这个是一个插画色情插画家啦。那这是他的所有大金工业出的水岩Masaki 的一个风格的人偶哈、哦、collection， 他们将他这个水岩 Masaki 做一个他们大金工业底下的一个品牌。对，那他这边也有是说，这是大金工，这是欧亚吉是1:12的，scale 啊，就是他的 size 啦哈。那可动的 figure 就是人偶，可动人偶。好，那这大金欧亚吉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比较是轻蔑的口语啦，哦，就是老头子的意思哈。有他，你去查他，他是父亲的意思。可是，一般人说不会说就是称自己的父亲叫欧亚吉哈。那除非是有点在骂自己的父亲，或是说调侃自己的父亲叫哦我家的那个老头子啊，就会说欧亚吉这样子。那不管了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盒装了。那这个东西是2017年就11月吧就到手的东西了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欧亚吉哈，它复活了。那我们来顺便的介绍，很快来介绍，希望能在23分钟、24分钟内把它介绍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背后的哈。那像这个大金工业哦，还以为是做冷气的、欸，对。好，那他这边有写哈，那个 illustrator， 哦，水原 Masaki， 就是插画家水原 Masaki 水原正树啦哈，他描绘的原创 illustration， 原创的那个插图欧亚吉哦的主题啊，是佐藤弘士啊的原型制作可动人偶立体化啊、哦，那
欧巴桑嘛 ，sister 有附属。对，什么叫欧巴桑嘛 ，sister？ 等一下我们会秀出来。好的，那他这边有他的一个经典的台词啦，这、就是他在插画的旁边的一个台词哈，就是欧亚吉自己讲的哦，售价。那后面我就不太会念了哈。那他意思就是说。就意思就是说，当然，如果你我不太，我日文真的很弱啦哦，真的只是懂皮毛而已啦。那我不是这么专业哦。那售价大家都大概知道售价是什么啊？那可能是啊哦，那么我啊，那这个 LOE 哦是色情的意思，色情的身体，欧巴桑嘛 sister 啊，可能是什么？姑妈姐妹哦，哎 ，more a do， almost do 哦，那就是这段话可能意思是说，大金那个欧亚吉他把自己想象说这个欧巴桑嘛 sister 的身体，那个性感色情的身体哦，光想的就是他想象自己有这样的身体啦哈、哦，然后啊。只是想到这样的、哦、就可以让他的那个前列腺的汁液哈、哦、挤出来哦，喷飞出来的感觉啦、哦、他光想到这样的自己拥有一个情色的身体，就那个前列汁就是男生在兴奋的时候都会，那不是精液哦，就是会露出一点点那个，人家说是射物腺液还是前列腺液一样。这种东西就透明白白的，黏稠的哈、哦，就是干嘛肌肉哈、哦，就是我曼汁啦哈、哦。如果你们去查我曼汁是什么，就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对，所以这句话其实蛮舍的哈、哦。那全高有15公分，那他所谓的欧巴桑嘛 sister 全高有7公分。那这边有他的一个内容的介绍啦。好，那他这个盒哦很厚哎、欸，他这个材质真的不错，这个他的外盒真的不错，他不像一些那个人偶的盒子比较薄啦哈，可以装就好，他们这材质超厚的。好，那他这个有一个背景哈、哦，有一个背景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把那个背景把它往后移哦，这样才看的才可以介绍我们所有的东西啊。好，那他这个背景就是榻榻米啦，日本他们很习惯的榻榻米哈、哦。那这个如果说把它。折的话哈，然后欧亚吉，现在复原的手术成功的欧亚吉，就可以坐在上面了。好，当然还是有点松了。如果说要补强，也是有办法补强啊。好，那他这个。这个它的塑胶盒哈、哦，嗯，这些就是它的配件的放置的地方了。那这所有的洋具就是放在统一包在这里哈、哦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它的配件了哈、哦。当然，它的配件就是很有趣啊。它的配件哈，就是有一个手刀的哈，手刀的，然后还有笔叶的，就装可爱。其实这个欧亚吉蛮变态三八的哈。那其实在日本文化，就是他们会把一个他们的欧亚吉，一个怪老头、色情老头的那一个变态的样子，就是
他们很好色，但是就是很就是真的是捧奶的一个手势哈、哦，捧奶的一个手势，非常的变态哈、哦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它的阳具啦、哦，我们还是把这垫子拿走哈。再来是它的一个阳具的一个它的屌，哦，它有小屌。哦，都是勃起状态的小屌啊，做的惟妙惟肖，还有一个巨屌，还有一个那个阳具的，就是电动按摩棒。那这个我就不太知道是什么了。那他这个也可以拿来当假老二，也可以当跟老二连结，变成这样子。哦，可能可以用这个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。对，他在我们请出那个欧巴桑马西斯特之前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有他这大金工业有附说明书哎，哦，简约的不是说明书啦，它只是一个产品的介绍说内容物而已。就是说你内容有这些东西哈，啊，然后眼镜有两副，然后好，这些琐事。好，那我们请出他的，我们真的是要挑战那个他这个 sister 出来了哈。对，那个他还有，我们再介绍他 sister 的头部好了，他这个是修女造型的头部。那他们有什么故事内容？其实老实说，没有研究，也不知道哈。那这个眼镜是我自己戴上去的啦，它本来就是可以戴，那它这边有个洞可以让你塞进去。那它不会完全眼镜没办法完全塞进去，它就故意有点就是让你眼镜有点垂下来的感觉，就是它正在被操的感觉哈。对。那还有一副啊，一副眼镜就是另外一个头像戴的，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他这个，好，那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巨乳了哈，这个身材非常的棒，对，那这是玩具啦，好不好？这是玩具，那他的涂装的点，眼睛好像有点怪怪的哈，这边好像有点垂下来。好像没有涂好，可是不知道哎，感觉好像又好，又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，你看他的生殖器也可以做的惟妙惟肖，真的是超屌的。他连那个阴蒂哈。